大家好，我叫林永根，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双色三口的点法。三三三跟三六三，不是三三跟六六，之前都教过了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叠得好。按六六的收杯不一样，先六六的时候再说，叠收收收收收，叠叠不一样。就是如果我们这边收好的话，后面你就可以知道后面的叠法怎么叠，双色三口这样就完成了。现在我要来教学，收滑下来，右手盖这边盖上去，要同时，然后这手那个左手盖上去。右手滑下来，左手盖上去，顶端拿一个杯，正的，右手盖上去，拿顶端拿一个杯，倒反的，右手拿五个，左手拿四个，多的先叠，右左右中右左右中右一左中。要滑滑滑滑，恢复正常了。我要来一个冲刺。